睡了。不行，你着急啥也管不行。谁说第一天都中了？要不在群里边刚说叫第两天的。不行，一下天的这不好好。养好是一个管不行。这来吧，人家都说你得第两天，跟那儿你都或者回来，人家都是建议你第两天，要不群里人家建议你第两天，不低弄啥的。你说吃了冰糖都疼了。啥呀？真的。再输一天，跟你验证小夜曲，验证小夜曲就好了。这一冬天的，一冬天还好，一夏天就怕发炎。照点上的明显，嗯，脑点不明显。对。走吧，走吧，我去拿家。拿过去拿家。不知道掉了。啥了呢？掉不了。小鸡是要开，这喝茶不喝？不给喝茶。凉水，凉开水。我喝点奶吧。想喝多的。这是赵味的，这是有点发酸的，这是甜的。我建议你喝这甜的吧，这个原味也不是甜的，原味。你们猜过吧？旺仔原味不臭，稀的。那女人量是喝了，她真的她喝不喝都中，成天光想着喝这饮料，她都不想着吃饭。你搁到这边上，我说是我喝不了人行，没事，一会儿我扶住你。你说你这几天了，你看你饭也不敢吃，就吃点雪糕，这喝点牛奶，我都有点担心你的肚子。肚子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我肚子啊。你说的，吃点雪糕，喝点奶，饭也不吃。你咋想我拉肚子啊？嗯。啊。你别笑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笑，你不能笑。哎呀，练到脚里疼。这就是不能笑，它缝住的。你那要不要拆线呢？应该不用拆线。哎呀。他没跟你说吧？我忘了。没跟你说了都是不拆线，小妞儿那都拆线的呀。我忘了，我忘了拆，我睡着了。你看你，你留了他的电话。有。一会儿要打电话问问。是拆还是不拆？我忘了，好像拆。小妞儿那都拆线了。好像拆线，我的伤口还可脏。拆线，好像拆线。你那主要你那牙是侧着长的，所以他伤口大。哎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电话呢？干嘛？桌子好说，给他多溜溜，那溜剩那一点儿都够打一针。嗯，那一管水比那一针管还得，比那一针还得多嘞。好，好了。这啥子？这。大家好，这是妹妈，这个就吃它了。媳妇儿，一碗呗。小碗碗还是大盆儿？小碗呗。夏天还是吃点吃饭了，这手劲儿都快。你准备咋做？嗯？咋做的？炒着吃啊。好。做这人，咱也吃一碗饭，也节省点碗儿。那你我做成两碗的吧。啊？那你给我做成两碗的。好。先泡一会儿。
也就是咱菜准备准备。看，给你抢点你最爱吃的菜啊。啥菜啊？来。撑死韭菜害的该嚼了，呛的是不是有点太紧了，吃都呛死了。没事，只要水跟上长得快点。看你吃肉还是吃鸡蛋？鸡蛋的吧。没蛋的。我总不能叫你的东西来吧。你还吃不吃饭了？一会儿看冰箱里还有吗？刚才买个驴肉的，其实不需要。其实弄个青菜、鸡蛋都可以了，韭菜只是想让你管喜欢吃的给你配的。韭菜你不喜欢吃啊？是青菜我都喜欢。有点贵。这个以前不就是草，是不是？它是菜，不是草。它为啥叫韭菜？就是啊，它为啥不叫菠菜？它为啥不叫茄子？为啥不叫黄瓜？它为啥叫韭菜？你问他。你问他。你为啥叫韭菜呀？哦，他说的。强喜欢吃这，他就叫这。他都不搭理你。切成片。你切成啥吃啥。还有几片了？还有三片。差不多了。再来点，去吧。看着脚垫，别掉坑里了。
真大个狗啊！香，哎，有了钱，这有多少困难？平了六十困难，你过来点号没？连了呀。这样坚持呗，反正丢一分烧好几万样了，那啥，几万样了疼，光想着喝样了我疼了。这下了10000多块钱了，肯定的，真是真强实的。这是钢管儿，这是铁的。钢管儿，铁管大种。铁管大容易生锈。它喷的有漆，我是坚持个4-5年呗。走吧，还要这树叶也冲多。搁路边。老三。哎，你讲个故事吧。啥故事？跳出佩奇啊。还有小猫，还有小猫叫咩？老鹰捉小鸡。再说这满地的猫老鹰啊，你说满人家有啥呀？月亮。咱俩，你跟他满山地的，开了个汽车，晚上来俩人过来看车了，俩人喝了啤酒，吃个扁担，再就着兰花豆，喝着喝着有人该喝醉了，后边也没发生点啥，你想想呗。画个，我画一画。你俩一片啤酒，快让兑饱了。兑饱了，睡觉。你睡哪头？咱俩躺一头呗。谁了？我躺这儿吧，老子。躺哪儿？我躺这儿。你躺哪儿？我一翻身压那儿了。你弄啥了？大头有点黑啊。黑是一种颜色。我往里面弄。挤挤挤挤，你往上面弄啊！挤挤，快挤下去啊！你要。